乌克兰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，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，没有发生变化。中方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平解决争端，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，通过谈判化解分歧，避免局势继续升级。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。我们认为任何国家的安全利益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。真正的安全应该是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。我刚才已经阐明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。既然你提到了台湾问题，我也愿意在这里再次强调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和法理事实。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。中国人民有坚强决心、坚定意志、强大能力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